伙伴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小敏要给大家做一道油炸香干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准备葱、香菜、香干和大蒜，然后来配置简单的酱料。香菜和葱切碎，倒入碗中。今天我心情不错。倒入香醋、生抽和适量的蚝油。好想你陪我快乐。一点点就能足够，然后把香干切成条状。一个人不可能有多么好的心情。我们准备开动，起锅油炸香干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是软还是脆。缘分就像被大雨淹没，冲散在角落。一个人没有什么。好了，大功告成。我们可以将酱料直接泼洒在煎炸好的香干上，也可以蘸酱吃。一道美味又不贵的小菜就是这么简单。好了，本期的小敏美食就到此结束了。小伙伴们如果喜欢可以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